第686集，返回。这紫色能量等级太高了，根本就不是千年王可以炼化的。贸然的炼化这紫色的能量，最终的结果只能是自己全身都被这高质量的能量晶体化。因为能量太充沛，炼化不了，直接化为灵石一样的固体，侵蚀整个人的肉身。还存活着的数十个人开始动用气血，准备把这些灵气收集起来。这么珍贵高品质的能量，不管是自己用还是出手换取资源，都是很不错的选择。怎么回事？根本捕捉不到这股能量，我的气血对这股能量完全没有反应啊。一群人惊讶无比，在众人有些懵逼的眼神之中，紫色的能量直接穿过众人气血化为的手掌，飘散在空中，根本不可能把紫色能量聚到瓶子之中。而此时令众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，紫色的能量直接像是嗅到了鱼腥味的猫一样，向着众人扑来，速度奇快无比，眨眼就出现在众人眼前。众人一脸的惊恐，没有想到散发出自己的气血之后会引来这些能量的注意。先前那些人的下场还历历在目，众人可不想步入他们的后尘。可这紫色能量的速度太快，根本就不给众人太多的反应时间。就连众人体外那一层防御惊人的能量罩也如同不存在一样，直接被紫色能量穿过。不，我还年轻，我还有大把的时光。众人一脸惊恐的大吼。身为千年王，虽然不是很强，但也不弱，生命悠长，可以达到几千岁，可现在却是要死在这里，这让众人如何的甘心呢？但是没有用，哪怕是用尽了办法，也阻止不了紫色能量在体内化开，开始侵蚀肉身。一个个千年王的脸上带着惊恐的表情，凝固为了晶体，看上去诡异无比。一道咳嗽声传来，北风吐出了一口鲜血，银中带金。此时北风的神色疲惫，原本就遭受到重创，服下圣药短暂的压制伤势，接连两次的爆发全力，对北风的身体啊是一个很大的负担。而场中的一位位千年王身体站立在原地一动不动，身体僵硬，生机消失不见。赫然是方才那一切都是由北风制造出来的幻境，当然只有第一个舞者是真的倒霉，他是真的吸入了紫色的能量，从而被化为了晶体。而其余的人呢，正是见到这个舞者的模样，再配合北风制造的幻境，直接让这些人自以为啊也是吸入了紫色能量而被晶体化了。接近200尊千年王就这样被北风无声无息的抹除，堪称恐怖。北风一挥手，直接把这些肉身保存完好的身体收入到空间戒指中。回去好好的休息一阵，等好了再出来吧。北风抚摸着小狐狸苏荷，柔声说道。悠悠，小狐狸神色激动，带着振奋，可眼底深处啊，却有着一抹挥之不去的疲惫。接连两次施展七情六欲中的一项神通，不仅对北风而言是一种负担，对小狐狸苏荷而言同样如此。最起码现在看去，小狐狸苏荷状态很不好，原本如同真实的肉身竟然有些虚化，周身在隐隐的扭曲，小狐狸苏荷化为了一道乌光，直接撞入北风的脑海之中，消失不见了。北风看向不过一米来高的大道果，其上九朵碗口大小的黑白菜花朵已经绽放，除了黑白两色之外，花蕊出现了其余的三种颜色，五色神芒隔着数十米也能够轻易的看见，如同一盏盏美轮美奂的彩灯。
一阵花粉向着四周弥漫，如同一条条彩带。黑白色的小树周身迸射出了光芒，霞光四射，浓郁无比的药香让人精神一振，如举霞飞升，一缕缕紫色的能量直接投入到大道果之中，让这一株不过一米来高的小树啊显得更加的苍劲，树身如同囚笼，只是一瞬间就像是度过了千百年的时光一样。大道果的花朵快速的绽放而后凋谢，花朵凋谢之后呢，一颗颗小拇指左右的果实出现了，果实看起来灰扑扑的，一点也不起眼，就像是山间的野果。那让人闻着仿若让人举霞飞升的药香也是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快一点，再快一点，北风有些着急，那地下深处的恐怖意念已经开始苏醒了，谁也不知道会发生怎样的变化，因此啊，北风有些着急地看着大道果缓慢的生长。说是缓慢，但其实成熟的速度已经非常快了。按照正常不缺少灵气的情况之下，大道果一般结果是1到9颗，100年开花，100年结果，再过100年才会成熟。而现在短短几个呼吸的时间，这一株大道果就已经走完了数百年。随着大道果的生长，从刚开始的小拇指左右到现在的鸽子蛋大小，灰扑扑的果实外表啊也出现了变化，灰扑扑的果实表面出现了一条条黑白两色的纹路，弥补了果实表面，同时果实四周啊凭空出现了一丝丝的混沌色的雾气，似乎有星辰在雾气之中幻灭，最终大道果彻底的成熟，没有任何的香味传出来，果实上流转着黑白两色神芒，一只百年镜的毒虫破土而出，赤红色的小眼睛盯着大道果流着口水。但不等北风有所动作，这一株仙药直接动了，一根直径1米左右长达数十米的根须从大道果的身上探出来，轰隆隆，这么粗壮的树根从地下拔出来，让无数的土石直接拢了起来，向着两边翻滚，而后这条树根呢径直的向着这一头毒虫抽去，啪，地面都是晃了晃，出现了一道深10几米长达100米的裂缝。那一头毒虫还没有冲到大道果的身前就直接被击杀了。北风也是一愣，随后就释然了，仙药之所以是仙药，自是因为仙药有灵，拥有着自保之力。活得漫长一些的仙药啊，其恐怖实力甚至能够与万年尊之中的强者交战搏杀。而北风眼前这一株大道果呢，不过刚刚蜕变为仙药，自然实力不可能那么恐怖，但绕是如此，这一株大道果的仙药其实力也不逊色于千年王。北风直接出现在大道果的前方，一爪抓去，轰隆，北风这一下子如同捅了马蜂窝一样，无数的根须从地面冒了出来，密密麻麻笼罩了方圆千米，这一抹如同末世一样，天空都被这树根所遮掩，一个巨大的球体形成，不断地向内收缩，想要绞杀北风。